收看欧耶华语新闻，我是陈轩熙。喜欢逛市集的朋友，位于 Adams Labs 的 Jewel Bazaar 肯定是你不可错过的活动。这个市集一个月一次，集合了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，绝对让你眼前一亮。 Jewel Bazaar 摆卖丰富的手工艺品，每次市集的概念都会配合节日而不同，这让逛市集的民众有不一样的体验，感受浓浓的节日气氛。 Jewel Bazaar 除了摆卖手工艺品，现场还有乐团表演，让来逛市集的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。欧野小主播陈轩熙采访报道。